我成日以为自己会想过啲平淡嘅生活，其实点过都冇所谓。同边个过先至系最重要。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，系嘛？喺你个样，廿岁都未够。你做咗职业歌手三年，系十五年。我细个嗰时屋企穷，所以我四岁已经出嚟唱噶啦。帮你起埋个英文名，想要咩字头啊 ？A 排第一。新手之后的梅艳芳太帅，今日帮饮酒你不肯入，而家叫佢唱歌你掉头走。如果个天可以再俾多次机会我，我唔想净系做一个 artist。不过我觉得唱歌最紧要嘅系感觉，尤其系慢歌，唔系话俾人听你嘅伤心，系唱唏嘘。但啱啱睇完医生。他说我不唱得歌喎，咁快歌呢？唱快歌不是唱兴奋，应该是唱反叛。我就谂住跟你讲，我冇谂住理佢。李小姐，您这个病最忌操劳。唔好意思，长嘅。喺个台上望落去咧，见到有边个唔拍手掌，就望住佢唱，唱到佢服，唱到佢为你拍烂手掌为止。除咗演戏同埋唱歌，有一样嘢好紧要，唔同嘅嘢要有头有尾有交代。有啲人你唔忍心见到佢落，喺佢哋最靓嘅时候走，可能系最好。我好快会走啦。你会记得我的嗬？多谢，多谢。我只希望大家望向天上的星星的时候，你会想起一个曾经为你带来过少少欢乐的朋友。多谢。佢嘅名叫梅艳芳。